体育中心综合报道。投手大谷朝大联盟投手丘迈开重要一大步。天使球团透露，大谷翔平今天完成模拟赛测试，首度面对打者，复健练投进展相当顺利。6月因右肘尺侧副韧带二级扭伤，被迫暂停投球的大谷，接受 PRP 注射治疗后复原状况良好，近日恢复练投后持续进步，上周末进牛棚练投20颗直球，达成复健的阶段性目标，招牌快速掷叉球也解禁。请继续往下阅读。今天大谷再度完成重要复健任务，在天使春训基地通过模拟赛测试，是手肘伤后首度面对打者，投了29颗球，对左打和右打者都顺利过关。天使球团透露，大谷练投一切顺利，大谷翔平伤后首度面对打者，今天顺利通过模拟赛测试。资料照，美联社。